快正裝，唔該。望一望呢度啊，呢度呢度。好，正面。好啦，呢邊。我哋呢邊咧係咪好靚咧？我想講咧，真係要俾啲掌聲我哋同埋啲工作人員啊！你知唔知道啊？我哋過嚟咧係用咗兩個半鐘頭啦，行咗7,000+步啦，跟住先至嚟到呢度啊！係啊，因為咧而家奧運嘅關係咧，成個市中心直頭變咗一個迷宮咁啊！所以我哋今朝咧，全部工作人員我哋咧，大家都係要搭唔同嘅交通工具，然之後再一個善良嘅地方，跟住慢慢慢慢慢慢行下。好街。是一個很正能量的一首歌，一起很多人都一起唱，很多、啊、有今次有中一啦、其實很多中一中二啦，星夢一、二都有啦，很多歌手這隻他的主題曲有啊，婷婷有份唱，即是他在錄 MV 的時候他是有份唱的、今晚的直播開幕呢我們就有份表演，是啦、暫時我知道是這麼多咯，我哋要跳舞，系啊，系啦，系啦，系啦，好多人都有份表演啦，中一，即系中一跳舞，中一啦，中二啦，星一啦，星夢，星夢啦，系啦，头先亮相嘅歌手都有，头先我婷婷，我哋今日次见唔到，今日见唔到，好多工作，因为每个人有唔同嘅安排，我哋其实中一中二夹埋，我哋都系只系八个人到啫嘛，我哋系咪啊？八九个就喺度咯，系啦，所以都唔齐张，我哋都唔齐人，我呢个真系唔知，因为。公司他們已經有發聲明有交代他們，我們都沒有刻意去問太多，所以我這個方面真的不清楚，我暫時不敢煩住婷婷住，因為跟他呢很多時候都是談很多歌、工作上的東西，我等他 settle 曬，我自己慢慢先再可能再打給他，之後先、之後先打給他，可以了，他我對她有信心，她一個很 tough 的女仔嚟嘅。重温寶啊！我同她好耐冇聯絡啦，咪喊佢。係啊，琴日喊啊！哇！我由細到大出名就俾人 bully 嗰個嚟嘅，係啊。唔係，我真係唔知啊。我哋尋日去咗，我哋尋日可以 practice 啦，坐一排啦，12點，今朝早7點就已經出咗嚟。跟住咧就去咗澳門，跟住就即刻翻嚟呢度。大家都忙啦，係佢自己又有小朋友要湊，大家做父母都知道係嘛？我哋湊小朋友一定好忙。係啊，頭先喺架車嗰度去澳門嘅路程，不停喺度講湊仔經。係啊，大家工作，跟住又分享一下新歌。冇啊，冇刻意去做呢樣嘢㗎，因為我哋其實大家只係真係太忙，因為譬如我同阿芝芝都係。面面都是工作，冇錯。咁如果工作以外，我哋又冇話特登要好難得先至可以約到一次食飯咁樣。咁變相即近排我都見到有啲新聞話，咩中一生咩啊咩唔係話 bully 啊定咩啊？即排斥。係啦，有啲咁嘅報導。其實我自己都想講就係、是，因為我哋中年好聲音呢個品牌呢個 family 咧，我哋全部連中一中二，我哋都係好齊心，係啦，好 family 嘅，係啊，即係其實大家唔係因為成日見到面啊，咁所以咧出咗一啲咁嘅新聞咧，其實我自己都覺得我相信係外界對我哋嘅一個誤解咯。我哋自己裏邊即係我哋成個 family 都知道我哋係好齊心，即係呢個歲數可以。即係大家喺呢個歲數，大家認識，跟住可以喺呢度透過咁樣嘅比賽入咗行，其實係真係好千載難逢嘅一個機會嚟嘅。係啊，都係啊。我自己本身又係創業家，即係我覺得 teamwork makes the dream work， 所以團結就係力量。咁我真係覺得係，即係呢個都係我哋大家嘅一個宗旨啊。冇話友情變變，大家都係一樣。總之為工作，只係工作上大家可能有唔同。冇錯。暫時唔好煩大家住啦。即係我都冇特登 send message 俾婷婷係嘛？咁唔好，如果個有事都 send message 俾我，平時我哋就係話喂，我哋幾時練歌，幾時乜嘢，你夾乜嘢，我夾咩，我哋大家多數中一生的對話真的僅次於這個工作，真的比較多。還有 我想說呢，即如果說哭呢，其實我是哭的 KOL 來的嘛，大家知道哭包三慶，是啊，即我哭就又不見到很多人 send message 給我，即是不用特登 send 啊，我覺得即你都沒人關心你，是咯，你又不 send message 給我，所以你有什麼鼓勵，是啦，我都想說中一生經常都蝦我的即是一個二個叫我咩啊？請食飯啊？唔係 OK 嘅，樂意嘅，你冇所謂啊。其實出邊外界嗰啲即係啲新聞，大家唔需要太諗太多。即係我哋自己玩得好開心。其實大家知道中一生、中二生，成個中年好聲音嘅 family 太好啦，係啊。
應該都是一路看 live， 跟住一路會跟住啲專業嘅評審一起去講嗰個賽事嘅內容咯。我哋係有兩重身份嘅，除咗奧運綠星要出去即係各大嘅商場去同大家推廣奧運呢項盛事之外啦，我哋仲會係擔任呢個奧運主持，咁啊一起去評述，一起陪住大家睇。主要係即係我會睇咗啲最熱門嘅。咁啊，自己最中意嘅嗰啲運動啦，佢哋話要前一晚先有機會收到，唔係因為我哋其實大約都已經知道邊幾日要開工，但係實質係咩賽事咧就未知嘅，係啦，邊日就知，但係未知係會。我有試過揾嘅，即係譬如我29號要開工，咁我就揾過29號有啲咩賽事啦，都有成十幾項。咁都真係好難話，我完全熟曬咯，但係都盡量去温咯。我而家就主要係即係天書我有睇咗噶，但係我就主要係喺啲網上面揾啲片嚟睇，睇下啲運動員嘅專訪。我係要，尤其是今日咧，我哋能夠見到咁多位專業嘅評述咧，我係要行埋去打個招呼先，唔係要同你打個招呼，即係希望咧到時咧即係開之前，因為我哋一定會提早翻嚟噶啦，咁希望到時可以即係喺佢哋身上度攞啲 tips 啊，問下佢啲問題啊，咁即係開嘅時候我都可以淡定啲，即係都起碼知道有啲咩係可以。提及啊，咁樣樣咯。我反而想看下 Tiff 做呢個籃球賽事。哦，係，因為你好熟悉啊嘛。但係好難去講啲籃球嘅字眼咧。係咯，我應該係拍完呢、這個，即係搞完奧運之後先至會開劇咯。係啊，係啊。咁我就暫時而家就即係一定要投入奧運先啦，因為即係太多資料啊，同埋好多即係我哋會有好多商場嘅活動咧，一路都會做，咁所以要 focus 喺呢度完成咗一單先。有嘅，有凌晨嘅，咁但係拍開劇就應該冇問題啦。同埋我哋嗰啲凌晨時間，我哋都係做。好像是做4-5個小時而已，拍劇10多個小時都捱過了。